可是多少人有在温莎堡晚上夜游？这个就是Quintessentially 跟星光 VIP 给提供给你的服务。不论是帮 VIP 包下小岛度假，还是插队预约米其林餐厅，在英国攻读 MBA 的吴欣盈可以说是个点子王，身家580亿，也比林之言的320亿多，是个思考独立的女强人。脸书上毫不避讳，是为了帮林家传宗接代才忍受人工受孕之苦，还说丈夫爱花精神在媒体造谣，甚至2017年直指林之言挪用公款。不想被人污蔑，把事实说出来，把两家族之事也摊在阳光下。他的计划要推动的时候呢，刚好遇到什么呢？遇到这个新闻把媒体的版面给抢走，把媒体版面抢走之后，就变成说他本来要推动的行销案可能会怎样，就会变得事倍功半。而对林之言而言，与吴欣盈的官司更有非赢不可的压力，因为装 GPS 事件卷入妨害秘密官司，但依华南京内规，只要董事涉嫌妨害秘密等罪，经司法判决定验，就需解除职位。言至而拒，言尽则散，心怀感恩。在媒体前从不对吴欣盈口出恶言。48岁的林之言大吴欣盈9岁，是板桥林家第8代长孙，坐拥2000公顷土地。也一度传出父亲林明诚怕林之言被拔除职位，安插了次子林之佑进董事会，稳固势力。目前我是focus 在创投这个产业。看来豪门婚姻难经营，更牵动着企业接班敏感神经。东森财经新闻刘志刘子腾台北采访报道。